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嘅圣宠、圣神嘅恩赐，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各位主内嘅兄弟姊妹，我哋咧又进入去呢一个嘅将来期。嗱，我哋会摆咗咧一个临字喺度，意义非常之深长啊！我不是咧，係替呢個嘅温暖天下叫大家買樓，唔知有啲咩出租，係呢一樣嘢。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我哋會點樣去迎接呢位嘅君王啊！我哋啱完咗君王節，點解又再要歡迎翻佢嘅來臨？而且係要等嘅温暖天下，神民咧係要順服。遵從主命，絕對咧係遵旨，呢個先係咧最重要。所以嗰個嘅臨字有個神字喺度，上面嗰度咧嗰個我哋可以話咧個人字係人品啊，係人品，呢個先係。如果神問係冇品嘅説話咧，唔合資格係進入佢嘅國，啱嘛？如果我哋有呢份咁嘅心嘅説話咧，好好真係咧去部署，好好準備啊！呢可以話擺咗係係咪五支蠟燭啊？係啊，五個星期啊！今日喺翻道理嘅裏邊咧，大家唔能夠睇到咧係有段嘅短片，非常之恰切嘅啊！係啊，真係牽住一個奇妙安排，咁讓我哋咧能夠咧喺翻今日嘅聖言。同埋聖體嘅裏邊咧，好好準備我哋自己啊，會係將在外軍靈咧係有所不從啊！我哋唔係咁，而真正咧係更加係一條心同心同德一樣咧，去準備呢一個嘅將來期。
基督，你奉命嚟到拯救忏悔嘅人，求你垂怜。基督，你嚟到召唤罪人，求你垂怜。基督，你喺天父面前为我哋转达，求你垂怜。愿全能嘅天主垂怜我哋，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得到永生。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求你激发我们的心智，使我们切实履行正义，以迎接基督的来临，并蒙召选，最后在祂的右边获享天国荣福。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公读以赛亚先知书，阿摩斯的儿子以撒意亚，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所见的事情。到末日，上主的圣殿山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岳，万民都要向他涌来，将有许多民族前去，说：来，我们攀登上主的圣山，往雅各伯天主的圣殿去，他必指示我们他的道路，教导我们遵行他的途径。因为法律将出自希翁，上主的话将出自耶路撒冷，他将统治万邦，治理众民，致使众人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也不再学习战斗。雅各伯家，来，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吧。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词，让我们跟随咏唱员咏唱以下八句来回应上主的圣言。我喜欢，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我们的双足已经站立在你的门口。耶路撒冷建筑的好似京城，确是内部划一整齐的京城，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齐集在那里，按照以色列的法律称颂上主的名字。那里设立了执政的坐席，那里有达利王室的宝座。请为耶路撒冷祈祷和平，愿爱慕你的人获享安宁，愿你的城门内有平安，愿你的堡垒中有安全。
神要圣洁心意，为我的兄弟和同伴，我要向你说祝你平安。为了上主我们天主的殿宇，我为你恳切祈祷，祝你幸福。攻讀聖保祿中途至羅馬人書。弟兄姊妹們，你們該認清這個時期，現在已經是由睡夢中醒來的時辰了。因為我們的救恩現今比我們當初信的時候更臨近了。黑夜深了，白日已近，所以我們該脫去黑暗的行為，佩戴光明的武器。行為要端莊，好像在白天一樣，不可狂宴豪飲，不可淫亂放蕩，不可爭鬥嫉妒，但該穿上主耶穌基督，不應只掛念肉性的事以滿足私欲。上主的話。恭喜前夫妇各位同学啦。圣马道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就如在诺厄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日子，人接上吃喝分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卷去了。人子的来临也必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同在田间，一个被接去，
一個卻被遺棄，兩個女人同在磨旁推磨，一個被截去，一個卻被遺棄。所以你們要醒悟，因為你們不知道你們的主人在哪一天要來。這一點你們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到差幾更天要來，他必要醒悟，不讓自己的房屋被挖穿。為此你們應該準備，因為你們料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上主的福音。Sing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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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 Alleluia。愛主內兄弟之門，可以話咧係真正天主嘅一個真係聖神嘅一個嚇。如來神筆俾自己一次，咁佢裏面所講係乜嘢咧？係 two strangers who meet five times， two strangers who meet five times。咁究竟呢兩個嘅係咪 strangers？兩個大家都不認識的呢，兩個為何會是再次在一起的時間，他們有這些關係建立呢？建立的關係之後，他又怎樣去將它繼續延續下去呢？中國人有這樣的說話，有一首詩文，煮豆燃豆機，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非常之難忍，讓我們會看一下呢，這兩個的在西方的可以說呢，兩個不識的人究竟他們怎樣去再次會面，再次認識呢？讓我們去看。同埋一個好靚嘅古仔，我睇第四次我得閒，唔止第五次係咁啊，要俾啲聽啦。兩個係咪細個時間係玩泥沙彈？係咪啊？睇翻第二次啊，即係第二次嘅時間，我哋先會知道咧，原來呢兩個人識嘅 Al Star 同埋呢個嘅 Samuel。Essence， 然後兩個細路咧就玩泥沙彈，我哋即係中文都咁樣講，玩泥沙彈。但係識得咗之後，好似咧係泛泛之交。到了第二次嘅時間，這個嘅 Samuel Essence 已經係一個嘅，可以話一個銀行家或者咧係一個嘅高級嘅行政，係啊。但係對翻呢個嘅 Alistair， 喺之前第一下第我哋第一次我哋要嚟再睇下第二次嘅時間咧，你嚟到人哋嘅嗰個人咧，你唔會知道佢有啲咩嘅困難，喺翻呢個 cash form， 可能佢真係唔記得 number 咧，可能記得咗一啲嘢咧，係咪啊？佢嘅一個記憶可能真係會係有啲嘅問題，但係呢、這個。這個人完全是開始時間 Jesus Christ 又說媽又說媽，一路都對這位的人兄厚有靈用的，我等了你那麼久，你懂不懂得那個我卡進去又怎樣，出來又有錢，
好似話呢個有 easy， 仲用埋嗰啲咩 add to 啊 admin 啊呢啲，同埋全部都係啲嘅，可能啲 slangs 嚟嘅嚇，即係對人哋咧有一種嘅侮辱啊。佢知道咧呢一個人咧係一個嘅啊 Muslim， 但係你冇俾人哋一份嘅尊重咧，點解人哋有困難？係咪？要係保持一個距離，因為要知道人嘅密碼，但係可能就呢個人不記得自己的密碼。嗱，呢啲嘅同理心，你又出唔到嘅時間，你就喺度咧，啊，所謂揶揄人哋一番，戲弄人哋一番，仲要咧侮辱人哋一番，咁嘅時間，去到第三次去會面，啊，原來先知道咧呢一個人咧，嚇、啊。可以話係嗰間公司，你要走去投考嘅。啊，如果我諗咧，即係如果我去，我諗哇，面紅耳赤，都唔知點算。你點走去嗰度面試啊，大佬？係咪啊？人哋仲會講翻出嚟，咦？我記得，哇！我深受侮辱嘅喎，深受一份嘅恥辱嘅喎。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當然睇呢個人，可能佢記得或者唔記得咧，佢都會話記得唔記得唔記得，嚇、啊？但佢記得係乜嘢呢？喺翻第四次嘅時間，當佢成為一個黑衣，即係有一個咁啊，即係話黑衣啦，即係咁講，你知外國嚇嚇，即係有冇啲話 spare change 等等，同埋有冇啲錢可以咧，你都翻俾我。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要問人哋嘅時候，啊，佢又記得翻咧呢一個嘅啊呢位嘅高級行政員啊呢、這個 Sammy。如果我同咧喺翻個 interview 裏邊係應承佢咧，啊幾個星期之後會俾佢咧係有一個答案喺度，如果你會覺得自己啊係適合嘅，我即係我冇理由，我唔稱職啦，我唔會係覺得啊我冇資格啦咁樣。但係等咗咁耐，但係冇機會啊！人哋已經會話：，唔使學啦，你咁嘅樣嚇，唔通你要翻？啊！你做我下屬嘅時間，話又俾你係揶揄一番，哇！又再另一番，又再恥辱一番。嗱，呢啲嘅所有一切嘅裏面，俾自己一個反省。但係呢個 Sammy 出於一份嘅善心，佢要再行翻去 cash point， 係攞翻錢翻嚟去俾呢一個嘅啊 banker， 所謂 banker。你會諗下呢份咁嘅憐憫心、慈悲心啊？對方啊嗰、那個啊呢、這個嘅 Alistair， 哇！事實上面真係一個大恩人嚟嘅。喺呢份咁嘅心嘅説話，佢諗唔到咧，原來係有一份嘅嚇，係、啊、以德嚟嘅報怨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啊，佢係千多謝萬多謝。但係咧，呢個嘅 Sammy 講咗句説話嚇，頭先我唔會咁樣講。May today the first day everything fall place fall 啊，言下之意就會話你唔會知道嘅呢啲所有嘅一切嘅裏邊咧，一日有啲嘅獨特嘅事咧係會安排嘅。呢個即係我哋會話係上至一個安排，我哋諗都諗唔到嘅。係去到第五次嘅時間，喺呢個嘅 hospice 安老院，呢個嘅 Sammy 佢都已經咧係可能係 dementia 係咪啊？如果你睇翻嘅時間，即係話咧腦衰退啊，一切咧係退化啊，一切都唔記得曬啊，呢啲所有一切。但係呢一個嘅 caretaker 竟然係嚟到嘅時間，就會話：咦，再睇翻佢啲相，再睇翻啊，咦？好似似曾相識喎、啊，再講翻嘅時候，但係咧 ，Austin 咧就已經係做咗一個嘅好有善心、好好嘅一個義工嘅、啊。我相信咧，各位兄弟姊妹，無言勝有言，無聲勝有聲。天主會俾我哋嘅呢五個星期，啊、我哋話去期待嘅，我哋期待嘅係一個乜嘢咧？啊，期待呢位嘅仁兄。唔通我哋會話，經年累月我都唔識你嘅，我都嚇、啊、我哋都會話泛泛之交嘅啫，同翻主耶穌啊建立嗰個關係都係一樣咧。以賽亞先知再話翻俾我哋聽嘅嚇，上主將萬國萬民咧係聚集到天國去享和平嚇。呢、啊這個人咧，佢對我哋嘅呢份嘅心
是真的以心往心的，啊，不是就咁啱下嘅，很多地方，我啱先啊，同翻阿希问大家喺即係呢個神修總餐嘅裏邊啊，神修總餐喺我哋連過呢日子咁，單單八月五間飲茶嘅啫，神修總餐，我哋分享一樣嘢係乜嘢啫？啊，同埋而家啲年青人啊，我哋話啊，佢哋好中意啊房機啊嘛，啊房機嘅背後會點啊？哇！一路咧都係打，一路咧都係增值啊，翻馬啊，喂，園區啊，唔知啊，我哋可能我哋啲負責人都好多負責人，唔係咁容易犯機人啊，阿爸阿媽啊，即係啊，佢哋好有信心。有啲咧犯到個地步，我方便大家聽下，我同翻啲中意嗰啲啱啱講呢個嘅修身堂早兩日啫。我曾經我話幫佢哋聽下，嚟到呢度嘅時間咧，做啲咩服務啊？謙謙君子啊，嚇、啊、好似話咧係真係洋洋得意啊咁樣。哇！但係一到佢打機嘅時間會點啊？啊，邊個可以鬥我？話你聽，冇人可以咩嘅嚇，即係話唔可以喐我啲嘅嚇，我喺度煩緊機嘅嗰個情緒啊咁樣。咁最嬲尾嘅時間咧，阿媽叫佢點樣打機啦，冇乜乜。可以去到一個地方我同你死過咁樣。咁我聽到咗啲阿媽咧，即係學咗啲課程啊，即係上咗啲嘅啊親子嗰個關係會點咧？好唔緊要，喺個仔打到最勁嘅嗰陣時會點咧？同佢按摩。咦？啲乜嘢好即係嘢好殺食啦咁樣嚇？阿仔會點樣同翻佢講啊？阿媽做咩啊？你做呢一套噶嚇？今日有啲咩有求於我啊咁樣？死命！嗱，呢啲可以話咧係我即係我介入係咩咧？我哋大家都會話嚇 ，Bandura 所講嘅係呢種嘅 behaviorism 啊，即係行為主義。乜嘢加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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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可能喺打機裏邊咧，其實就係一種嘅嚇 rewarding 係一路加碼，但係喺翻裏邊啊，房機嘅裏邊啊，還係嗰啲緊係心理嗰啲房機嘅裏邊。有些香港大學那裡都會、啊、住有一席位的房機的裏面有沒有講到這個心的呢有沒有邊艇的遊戲機的裏面是講心的呢問下這裡的房機、啊、在哪個遊戲機裏面呢他教你是講心的呢謝謝有沒有人敢答我教書那些沒人敢講啊！我不敢講咧，呢個係一個新的一個 correlation 啊。但係好似冇講嘅係個心啊，係咪啊？我哋要話翻俾啲學翻啲小朋友聽，係嘛？啊，你唔需要即係同翻阿媽話同你死過嚇嚇，憑得咁勁，哎！耶穌同翻我哋呢度咧，聖保祿係話翻喺第二篇嘅書信裏邊嚇，喂，呢、這個來臨呢、這個救恩嘅裏邊啊，係講心嘅。所以你要排除一切嗰啲乜嘢啊嚇，即係唔好係豪飲啊、豪食啊、淫亂放蕩啊、嫉妒啊呢啲，所有一切係迎接主耶穌基督啊，啱嘛？所以喺翻最後嘅裏面嚇，我哋會話耶穌會講到點解佢話誒呢個時間一個來臨啦，啊兩個裏邊咧兩個人係相處埋，係一個會攞走嘅，兩個嘅啊女士喺個喺度工作緊嘅時間，一個會攞走嘅咁樣。嗱，呢啲所有一切咧，我哋會睇得翻嘅。攞走啊，點解會咁攞走啫？耶穌咁有心嚟到呢個世間，你哋都唔睬我，你都唔應我。五個星期裏邊，我哋要等嘅時間係咪啊？呢、這個誒，喂，嗰個立咗啲色牌添嚇，快啲轉翻。電影除咗立咗，繼續咧嚇、啊、迎接呢個主嘅來臨啊！各位兄弟姊妹，係咪啊？如果我哋真係冇呢份嘅心嘅説話咧，耶穌講咁多嘢，最後嘅嗰個結論係乜嘢啊？唔該，讀經嘅頭先嗰個嚇，即係幫我哋再 call 翻最後嗰段係乜嘢啊？打翻喺你哋嘅書第四頁，福音第四頁馬太福音，我哋一齊朗讀翻，我哋嘅結論係乜嘢咧？各位兄弟姊妹，所以你們要醒悟。
因為你們不是我，你們的主人在哪一天要來，這一點你們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盜賊幾更天要來，他必要醒悟，不讓自己的華服被挖穿。為此你們應該準備，因為你們料想不到的事實人子在後面。你們料想不到的事實人子在後面。讓我們好點樣呢，在我們的同主相遇的時間，我們不要忘記他，抌低他，不睬他，不理他。去到最後的時間，我們說我們都失憶了，而天主呢都忘記了有及子及聖神之名。信經各位弟兄啊，信望愛就是我們的這個的油燈，我讓我們能夠是有足夠的油，我這樣點燃來到等待上主的來臨。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是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官长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明地降临，审判生者死者，他胜过万世王疆。我信圣神，他是主的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忧愁，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流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和来世的生命。各位兄弟姊妹，主的日子必要到落，让我们时刻准备心灵，行上祈祷和力行仁爱，特别为有需要的人祈求天主的助佑。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教会向人指出天国的存在，求主带领并坚持教会，并藉着他导引万民聚合在信仰的光明内，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我们同声祈祷。
Thank you.
在兄弟姊妹，请你哋祈祷，望全能嘅天主圣父收纳我哋同埋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落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明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的应许。上主，我哋所有嘅一切都系你嘅恩赐，求你接受我哋嘅献礼，使我哋今世能够虔诚咁样侍奉你，以获得你赐俾我哋嘅永恒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阿门。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众感谢主，我哋嘅天主。这是你所当献的。主圣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哋藉住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嘅，并有助我哋获得救恩。基督第一次来临嘅时候，取咗我哋卑微嘅身体，完成咗你预定嘅计划，为我哋开辟咗永生嘅途径，使我哋喺佢第二次光明咁样来临嘅时候，终能够获得我哋日夜期望、唔敢希求嘅恩许。为此，我哋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上座者、宰祭者，同埋全体天君，歌颂你嘅光荣，不扬欢呼。圣圣圣，圣洁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义来耶，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神圣嘅，你一切圣德嘅根源，因此我都嚟到你台前，同埋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嘅第一日，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嘅日子。你已高举佢，使佢坐你嘅右边。我哋靠佢嘅名恳求你，赖显圣神圣化呢啲礼品，使得成为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圣体圣血。佢甘愿舍身受难嘅时候，呢面饼感谢咗，分开交俾。信经代义啦，信和爱就是我哋嘅呢个嘅油灯，我让我哋咧能够系有足够嘅油，我咁样点燃嚟去等待听上主嘅来临。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官长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明地降临，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灵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恩宠，共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土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世俗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
阿媽。各位兄弟姊妹，主的日子必要到来，让我哋时刻准备心灵，恒常祈祷同埋力行仁爱，特别为有需要嘅人祈求天主嘅助佑。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教会向人指出天国的临在，求主带领并坚强教会，尽力着他道引万民聚合在信仰的光明内，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光照耀他，为他驱逐黑暗的权势，使居住在这里的人得过和平与光明里来的生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为所有基督徒祈祷，各宗派都进入将近的节期，求主净化众人的心灵，启发他们以祈祷和爱德作为准备，在生活中接待来临的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特別記掛無家者、失業者及貧病者的需要，慷慨地出錢出力參與救援。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我們的後驅集體祈禱，求主幫助我們在將臨期特別敏事祈禱，實踐悔改和犧牲的精神，並以關愛對待近人。為此，我們同聲祈禱。現在就讓我們靜默片刻，為個人心中的意願向天父祈求。求主垂聽我們心中的默禱，為此我們同聲祈求。你的日子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都切愿成为聚合在你圣旨入边的人，求你不断引导我们，使我们最终得偿所愿。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预备祭品歌，让我们一起来唱颂恩第85首，全能永恒造物主。Yeah.
和兄弟姊妹，请你哋祈祷，望全能嘅天主圣父接纳我哋同埋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留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和他这个新教会的事。上主，我哋所有嘅一切都系你嘅恩赐，求你接受我哋嘅献礼，使我哋今世能够虔诚咁样侍奉你，以获得你赐俾我哋嘅永恒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阿门。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举心归向上主。请总感谢主，我哋嘅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哋藉住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嘅，并有助我哋获得救恩。基督第一次来临嘅时候，取咗我哋卑微嘅身体，完成咗你预定嘅计划，为我哋开辟咗永生嘅途径，使我哋喺佢第二次光荣咁样来临嘅时候，终能够获得我哋日夜期望、唔敢希求嘅恩许。为此，我哋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上座者、宰祭者同埋全体天君，歌颂你嘅光荣，不扬欢呼。实在神圣的你，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和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日，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已高举他，使他坐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放这些礼品，使得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的时候，这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这样你们大家的去食，这个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这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的去饮，这一杯就是我的血，生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同埋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到纪念我。圣死同埋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哋得喺你台前侍奉你。我哋恳求你使我哋分享基督嘅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嘅教会，使你嘅子民皆同我哋嘅教宗方济各，
我哋嘅主教司德昂同埋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即系爱德之中日趋完善。求你亦都垂念怀住复活嘅希望而安息嘅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哋嘅祖先，包括天灾人祸、战祸、病祸中间系去世嘅兄弟姊妹，使佢哋享见你光辉嘅圣容。求你垂念我哋众人，使我哋得住天主之母同精明福玛利亚、圣母嘅正佩戴、圣约瑟、诸圣中徒以及你所喜爱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哋藉住你嘅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天主父，如愿一切所经过都需要時間，讓我們都能夠在這個期待的一個期間，讓我們能夠好地去修行，好地準備自己迎接耶穌的來臨。生活之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直面罪恶，并在一切困境之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穌，你曾經中途咁話：我將平安留俾你哋，將平安賞俾你哋。講你唔好睇我哋嘅罪過，但係睇你教會嘅信德，並按照你嘅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係天主永生永王。阿爸，願主嘅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有你嘅生命同在。請大家互祝基督嘅平安。
请睇爱我哋嘅天主嘅羔羊，请睇愿意我能够等候佢嘅来临嘅除免世罪者。望住嚟父佢羔羊婚宴嘅兄弟姊妹系有福噶。主，我多不起你同我信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定定运就会痊愈。只有領受初領聖體的教人才能在到祭台前領受聖體聖事，其他人士請留在座位上，我們會為你代禱。如果教友自知犯下重罪，請先犯過告解，然後再領受聖體聖事。最後，由於疫情嚴重，請各位教友在領聖體前後用消毒搓手液搓手，面对的时候也都请保持社交距离，领圣体前不要除下口罩，领圣体后也都请马上戴着口罩。多谢各位。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令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都能实领你，请将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们奉你完全与你结合，将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现在让我与你分离吧，阿爸。永主荣，让我们一起唱颂恩第九十八首，我们埋身不弃。
请主后经过位请起立，请大家祈祷。上主，你使我们因参与今日的神圣筵席而获得力量，求你再让我们在短暂的尘世旅途之中全心仰望你，追求永恒的幸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各位圣徒，今日有三项堂区公告和两项事项公告。堂区公告一，在这个年龄月，大家可以在堂区包圣堂所设的祈祷角填写纪念卡，特别为亡者和众圣灵奉献祈祷。全月的纪念亡者卡将会在11月30日下午6时正的弥撒前摆放在祭台前作奉献。二，堂区现正举办圣诞节儿童创意仪式比赛，欢迎幼儿、初小和高小的学生踊跃参加，展现艺术才华，准备迎接耶稣降生。有意参赛的小朋友可以到堂区办事处索取仪式比赛单张，11月30号截止递交作品。三，堂区重新制作了 KS99 高防护医护口罩，它有堂区名称和天主善爱信息，一盒有30个独立包装的口罩，邀请各位到堂区办事处踊跃购买自用，并且送给亲友和有需要的人士，收益将会用在支持堂区的爱心服务和复传事工。小堂报告一，本年度港岛区明爱卖路会将会在今日上午10时至到下午5时正在铜锣湾圣保禄学校举行。我校中学部的慈青亦都设有摊位，摊位将会设在会场内的50号，请各位支持。二，小堂将会在弥撒后举行奉母耶稣的鞋履手工班，制作鞋履锁匙后，制成品将会用在圣诞之夜弥撒中挂在圣诞树上，同埋将鞋履派送给教友。有兴趣的教友可以在弥撒后到 MMLL 室参与。堂区和小堂报告完毕，只有各位，各位请起立。我哋唔係去同翻我哋嘅上面嘅本堂咧，把嘅拉行啊，而係真正咧喺下邊我哋嘅呢個主題就係真正咧手作仔能夠有呢份嘅原汁原味 originality 95 crafting future ingenuity， 真正咧呢份嘅創意思維咧係喺翻我哋嘅獨特同埋生命嘅裏邊咧能夠繼往開來，咁所以。邊啲嘅兄弟姐妹，你願意教孫嘅、教仔嘅啊？嗰啲鄧爹嗰啲啊，咁好咧，幫佢哋咧就會話：，製作呢只嘅啊拖鞋啦、鞋履係布母耶穌啊，迎接佢嘅來臨。願主與各位兄弟姐妹同在，與你的心靈同在。願全能嘅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哋同埋你哋嘅屋企人。最我哋能讲咧，期待佢嘅君临天下，弥撒礼式。感谢天主，礼成永，让我哋一齐咏唱颂恩第176首《来啊，战胜麦西亚》。